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他抢着，抢红包抢到的人到处要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抢红包手指戳破，抢到最后都没几个，手机抢红包的人到处要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抢要越抢越勇，抢一分钱没用，每个抢红包的人得看透，要抢就别怕伤痛。是手气抢到最小的最少的最薄的一份红包，流量也不够，红包到处那么多，抢到了没有几个，我只想不到抢到了最少的一份的我，手机都脱破。只盼望着红包再来，做好准备的我在等待，不知他何时回来。